宝们，藕粉又来活动了啊！原价这一罐19.9元，两罐39.8元，现在活动价立减10元，29.8元不说，格外再赠送一个玻璃杯啊！这个玻璃杯质量老好了。然后我再教你们一遍冲泡藕粉。首先，正常一个女生的量3勺就够了啊！我这勺有点多了，我多放点，多放点显得有食欲。3勺，再来1勺，总共4勺。首先第一步一定要用凉水给它稀释了啊，凉水少倒点，就是给它能正常的稀释开就可以了。小小我这有点多，我多放点水，多放点，给它稀释开就可以啊。第一遍一定要用凉水给它稀释，但水别放太多，放太多的话不好冲了。给它稀释成这样啊。第二遍一定要用刚烧开的沸水去给它冲，冲到一直倒水，倒到那种出现透明糊状就可以了啊，立刻就收手。你想吃粘稠一点的就少放点水，想吃稀一点多放点水，那就这么一直倒，哎，完事儿。瞬间这个藕粉就凝固了，看到没？哎，这样是，哎呀，太成功了，我的天哪！关键我这个特别特别黏，我就爱吃黏糊一点的。然后一直就给它搅啊，一直给它搅拌，越搅越黏糊。我再放点水吧，感觉太黏糊了，少放一点，就开始给它搅。嗯，哎呀，今天冲这藕粉太黏糊了，但越黏糊我越爱吃。自己放了2颗汤圆，嗯。吃藕粉对女人好处特别多啊，嗯，它是几乎没有糖分的，微微的甜，特别适合咱爸爸妈妈吃啊。年轻人吃的话，嫌它不是特别甜，可以放点蜂蜜。嗯，这个东西太适合减脂期间吃了，饱腹感特别强，没有糖分，也就是低卡低糖低能量。